Hi, my name is Kai Wan. 今天来到整理摄影师房间的第四集啦。那我们前三集把我们房间的三个角落整理干净。那我们今天要整理的角落就是我们的摄影师的电脑桌的部分。那电脑桌其实听起来好像很干，很干。Hi, my name is Kai Wan. 今天要来分享。Hi, my name is Kai Wan. 今天来到整理摄影师房间的第四集。那我们前三集已经把我们房间三个角落整理干净。Hi, my name is Kai Wan. 今天来到整理摄影师房间的第四集。那我们前面三集已经把我们房间的三个角落整理干净。那我们今天第四集整理的角落就是我们的摄影师的桌子。那电脑桌的部分呢，就是我们要把我们的线后面的线尽可能把它藏起来。把桌面整理干净，那我们就直接开始吧。